105页哈，经的本文，经的本文先念一遍。迄、那个尾仔段，过去无数劫，无量灭度佛，百千万亿种，其数不可量。如是诸世尊种种言，比如无数方便力，演说诸法相。是诸佛，是诸世尊等，皆说一乘法，化无量众生，令入无佛道。有诸大圣主，伫一切世间。天人群生类，深深之所用，经以易方便，助现第一义。现在来看下，若有众生类，达诸过去佛，若闻法布施，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定种种修福慧。如是诸人等，皆以成佛道。伊经内底尾仔段只吼，若有众生啦吼，有遇到过去佛，啊闻法了后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这人啦吼，因为这个波罗蜜吼，包括自度度他，这波罗蜜咯，包括自度度他。所以定义福慧相修，福就是度他，慧就是自度，这个叫哪？所以这人哦，这人拢已经成佛啦，这人拢成佛啦。这句话就讲，所以咱即马重要是这个个成就佛道，一定爱着波罗蜜。但是着波罗蜜呢，即马咱有特别客观教材来，咱研究好安尼。这个婆罗蜜经叫好，哦，咱经啊不是跟咱讲到着这个布施的内容，有包括财施、法施以及无畏施。但是即马这个财施，咱经我是已经讲了去啊，哈、哦，讲了去了，咱应来讲第二段法施安尼，应讲第二段，不是第二页哈，第二段第一页第二段。不过我现在再给你补充一个，这个有关，等一下再补充好了。这个法师哈、哦，法师是注重这个真理向众生宣传。那么这个真理是重要，是讲虚空的实体，那个叫做真理，就是绝一无变，那个叫做真理哈。就是定义上的，要安怎如何开悟无生法印？开悟无生法，这点话是宇宙的实相，它叫做真理哦。但是法师的重点，就是甲众生讲这句，讲这个法印。哈、哦，那就是呢，你譬如讲，你今仔日顶悬这句话哈、哦，就是咱今仔日佛法的重点哈。安那佛的重点，因为这个佛教有一个叫做根本佛教，啊个原始佛教。这个原始佛教就是给讲啥呢？甲众生宣说四体缘起，甲三十七道品安尼。佛陀本来伫六亚湾，就是先甲迄个五比丘讲四体法，知影吼？但是佛经内底里呢，不论是阿含啦吼，还是讲方丈。甲法华涅槃的拢总有讲到这个四体十二缘起法，啊，重要是计讲大乘的这个波罗蜜，好、哦，这是讲安尼。那么这个重要是什么会呢？重点啦哈，这个观世佛教是四圣体十二因缘法，甲三十七道品，这个是观世佛教的重点，因为众生那是修，按照四体十二因缘法。以及道品的话啦吼，每一个拢会当解脱，这个叫做原始的佛法。但是佛陀的重点是安尼，那个根本佛教就是叫众生开悟，
看过中间呢，伊即马在甲众生宣说，迄、那个宇宙的实体，迄、那个叫做真理哈，宇宙的实相。因为这个真理它变现诸相出来，这诸相就是变成对台相，迄、那个得有变多变，因缘起的物件多变，但是迄个非因缘所生的这个叫啥呢？这个叫宇宙的虚空实相哈，这个叫做绝对的真理，这个是无变。但是众生来当开悟实相的话了哈，那么每一个拢有实际解脱啦呢。所以这个实际解脱就是亲像四圣体中间迄个苦集灭道的灭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就是说明安尼。但是一定爱先破除世间的这个因果，啊，甲修出世因果这八正道，才当达到这灭。这个这灭就是已经开悟。会性质必定会当达到这边，所以这个就是根本佛教的这个，今麦佮讲的这个真理，向众生宣说真理安尼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法师中间除了言教，向众生讲解以外了哈，有那个人哦，一定要精修戒行来感化众生，这个叫做德教。这句话就叫做德教，因为譬如讲今仔讲经的人。有几讲，但是伊的品行哦，卖讲伊真歹啦吼，就是品行有阵阮啊，一点啊唔对，人就会甲怀疑。啊，其实个修行有十地、一初地、甲十地吼，啊，佫再断二十二种的这个烦恼，应该唔免甲看，因为除了佛以外，个修的这个摩诃萨哦，阮啊佫有迄个烦恼，啊佫有迄个海胎的。但是当然相重要，除了你会当解讲解的这个研究以外呢，一定爱用德教，本身有那爱促成，家己注意家己的品德，所以一定爱精修戒行来感化众生安尼。这个是必定爱安尼，但是让众生明理了后，让伊会当去除烦恼，这个烦恼叫做未切的意思。未歇无明叫做烦恼，何以去除烦恼呢？才来解脱六道生死的痛苦呢？今日你众生若未当净除烦恼的话啦，什么人都免想要解脱。如果今日你法师甲众生宣说的这个内容内底有包括这个，譬如讲有关人天法，安尼伊嘛未当断除烦恼，伊是只有修善念尔，所以等一下佫补充一挂资料，哈、哦。所以一定要跟他说如何净除烦恼，净除烦恼了到有可能解脱六道生死轮回，因为那个烦恼就是啥业习，也就是业精气。那么众生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一旦到业精气哦，精气起现行了，必定有六道轮回的这个因素，的这个属性、啊、但是六道轮回这个因素就是烦恼，好、哦，一定要注意这点。烦恼就是无明显、有漏的精气，好、哦，啊，加集中安尼，这个叫做烦恼。譬如讲，唯识内底有讲六种的根本烦恼，迄、那个拢总是轮回的主因，以及二十种的随烦恼，迄、那个拢总是轮回的主体。但是一定要净度，安尼搞法度。所以这个说法者，会当是在度众生呢，一定要加以讲出如何净度业性。这个问题才是重点哈，但是这个宝物经内底灌有讲安尼，温和菩萨成就法师，菩萨应该爱在师法师，这个拢爱，但是法师边上有成就，所谓摄受正法受持，徒生无所需求，吼、哦，不为利用强建国，不为名闻胜他国，名闻胜他国。唯有一切苦恼有情，令罪消灭，因算命法无所需求。如为王王主见得乐，即主因算命法心上无疑。奉为一切大众说心不平等，随福行施而不得处。心生五万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成就法师。那么这段就是《宝物经》内底讲的讲。什么叫做菩萨来成就法师呢？温和的讲，安怎样？哈、哦，
现在这个所谓摄受正法，就是说家众生受正法摄受，但是受正法摄受呢，说法者他本身有哪爱摄受正法，他本身如果对这个如来经教来这个正教正法，他本身也是完全都没有他体会出来，当然他会乱说一场，乱说一场呢，当作耽误众生，这是必然的事情，所以他本身爱摄受正法。但是教众生有哪受正法摄受，搁再一点哦，搁再来，平常时一定爱修持徒相，这个徒相两项意思，相对讲上经教、上经法、上法宝。那么这里徒，我那是叫做徒经，但是徒加相是两个意思，因为这里相就是要让咱人会妄心净度，所以读上经的中间吼，尽量减少到这个杂事。这个叫做相，但是读呢就无同啊，读就讲慢慢啊读，慢慢啊看，慢慢啊读，慢慢啊看，中间哦就是讲本身一定爱思维，读到底，譬如讲一句安怎讲，两句安怎讲，一段安怎讲，内容到底是去讲啥，啊这篇是去讲啥，这章是去讲啥，这卷去讲啥，迄个就是看我读的意思，读到你知影会当明白经义。但是当然，你说好这个人，伊本身有那重点是迄个读，重点是读安尼。那么读就是安怎？因为你要甲众生讲解正教，当然你本身你一定要深入经藏。你若是本身无深入经藏，你是要用啥去讲？如果是断章取义的话啦吼，当然安尼有真大误差。像我捌讲过呢，迄个德中贤书的时代吼，一只虎。变作一个老人，去个问问讲，伊一万五千年前，就是我那原在德中贤书迄个道场，派去了搁个重建，一进前迄个道场，来主持安尼。但是伊个讲呢，讲当时有弟子问我，讲菩萨是下落因果未安尼？伊家回答讲菩萨不落因果。那么因为伊用这句话，伊准对了做佛。河里的河哈，啊，大五百岁，等于一安尼一万五千年，但是一出世七遍安尼，用师傅到底我是唔对伫对一只安尼。那么这个德中贤师吼，他讲你用地主咧，加当作师傅，你靠我问，我给你解答。那么这中间呢，这只河，这个变作人形的，这只河吼，他问讲师傅，菩萨会落因果未？伊当初是讲因不落因果，即马伊换地做地主来问德中贤师，即马伊问德中贤师讲菩萨会落因果未？那么即个德中贤师甲讲菩萨不埋因果安尼，不埋甲不埋安尼差一字尔。不落因果即句话是未通，因为菩萨不断的出生入死，那迄个不落因果，含咱众生做生活，那也不落因果。在这个世间内，这里呢，原在经春夏秋冬，原在有食饭。在这个因果轮回这个世界中，含咱做伙，那有许多讲菩萨无落因果，但是菩萨的特色就讲不埋因果，未受因果未埋。所以这只佛卡底下觉醒讲，原来伊答就答，底下唔对，是应该回答不埋因果，未使回答不落因果。那么安尼伊个开悟了，解脱。所以我才要甲注意讲一下吼，法师，如果你做这经教无入的话，你要随便讲经啊，可能你真危险，因为你会耽误无量众。什么人请你讲经，相信你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必定对了。那么伊的对了的话呢，当然是受你影响的。所以呢，佛弟子要为众生法师啊，必定爱深入经藏。讲经较袂断章取义，这个一定大家爱知影，这个基本常识。吼、哦，啊，那是如果今仔日讲了唔对，人家你认为讲啊，你都一个什么款的人，啊，家你久久听，我有时间我跟你讲，你会真麻烦。不如无众生，安尼上好，无地主上好，好好去自修。哦，做进来的较讲安尼，说法者伊本身一定爱有那样。爱好好去读经，
啊，伊毋是死读，所以说他家绝对袂，毋是干那伤尔。说他家伊本身爱去读，哦，因为安怎来伤对说他家来讲，有哪有一个好处？因为今仔日上经的人会当净土往生，哦，安尼开当入定，定了后对这个经教来思维，这个叫做思维修，也叫做净土，安尼是比较较妥当安尼。那么来一个一咯，说他家。以为众生佛经上经，伊今仔日呢一定袂使希望讲要求什么货。但是这个上吼，啊，佫有一个向观，向今仔日真流行啊，佮观经禅，即种叫做上。不过这都无对啊，哈，观经禅都无对啊。出家人那是如果讲观经禅，伊是想讲。上一关关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这种的出家人必定跪了，安尼袂使接。因为经禅不是要防讲上经，不是要出卖经典，讲我来讲上一关关，不是安尼。那是安尼话呢，这个法师啊，将来真麻烦。麻烦咱怎样呢？伊今生后半世吼，可能要往生的进程会非常痛苦，因为伊。出未经管呢，那么伊就无功德，通为死亡者来予伊解脱，帮助伊解脱就无可能啊！哦，这点要注意一下。那么第二呢，比如讲今仔日说法为众生要摄受正法，教众生摄受正法的人，绝对有那袂使为着利，为着供养，哈、哦，为着受着地主恭敬。不是因为为着利益，为着地主供养，受着地主供敬，不是为着安尼。但是不为名闻，伊的名声比人较高高超安尼，我那不是安尼。绝对不是为着名，那不是为着音声所闻，可能该风评，迄个叫做闻，哦，啊胜过别人。我那不是安尼，那是安尼呢？这个说法者，事实讲，都非常错误，因为伊已经有一个真无正常的这个心理啊，安尼无对，哈、哦。但是利用恭敬这个问题呢，在地主方面吼，恁的立场，恁家己爱会样做就好，啊，绝对袂使恶别起心，说法者袂使恶别起心动念，难做唔对。搁再一点，为一切苦恼有情，就是以说法者说法度众生，特别没有众生明白真理，通出世嘛吼。所以即句就讲，为着一切苦恼有情哦，何以会当做消灭安尼？重点是这个，因为做那是无消灭，就是等于烦恼浮现啦。这个人无可能解脱，但是伊若做消灭，烦恼会静止。安尼，这个听闻经教的人，伊就会当来解脱。所以今仔为着互伊做消灭，卡来讲妙法，说到这来，卡来解为伊说妙理。所以伊本身家己心安理得，无所需求，无所祈求，哈、哦，安尼较对安尼。比如讲呢，下面这个讲的就讲，如果伊为王，啊个王主。啊，甲见到了，见到了是讲啥呢？就是迄个太低的人，还是讲太低的囝。当然呢，这个太低的人，伊有爱甲说他，但是一定爱说说正话，爱注意这点哦。有那未使有分别心，但是今嘛，这个我有了解一个典故吼，先煞甲注意讲者，因为有一个太低的，爱就知影讲，伫法师的身上会当正福安尼。伊今嘛呢？时常伊都去加一个法师吼，就近一间佛寺内，对迄个法师供养安尼，安尼供养足侪年，到尾即个太低对了，对了第三，对了第一个叫轮到第六年，非常通过因为太低的关系，所以对了安尼。但当伊对了了呢，即、這个情形安怎变化，我是无甲读甲真详细。有一天，即个法师。坐船要向我去安尼，要向我去，即马即个太低个对着轮到地角个中间，伊心内真无欢喜，就想讲要报复。伊一生供养法师遮侪钱个中间，为什么法师无甲讲甲一句经互听安尼？
是安怎才会无改教？教讲袂使杀生，袂使杀猪。啊，这个法师就是因为贪着要供养，啊，所以呢，伊若安尼正常去供养，都伊连一点仔甲讲着这个不杀生的这道理，好听都无安尼。所以这杀猪就来甲等，等到这个法师坐伫船啊顶的中间呢，要来教伊，这个鬼灵要来教暗杀。但是呢，这个中间吼、有人家问你是什么原因要杀这个出家人？伊讲，因为我一生拢家供养，为什么伊无甲讲甲一句经话听？甲我讲未使杀生前，互我对着轮到地角来。啊，这底下呢，这个法师行到皮皮喘，因为伊接受供养足侪年，行到皮皮喘，因为伊唔代表哪样来解说这个代志。那么后来呢，边有一个技师是比这个法师较有这智慧安尼。用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这规定来，我跟你讲，你杀动物，你都对着轮到地角，你敢杀法师，你要安怎？你想看卖啊？现这个规定吼，杀猪这个规定，听者就惊，讲对嘞。我杀动物，我都对着轮到地角，我敢杀一个法师，我必定对着无间地角无量劫，到尾这代志较放松。所以这么一个问题吼，是安尼，今仔是法师本身啦吼。伊第一，伊一定爱有本事度度；第二呢，伊一定爱含众生说法来度他。如果那是无的话呢，蒙受地主啊，是讲蒙受着这个众生的供养啊，将来伊的苦报也是无量。这点一定爱知道。所以佛经有去讲安尼，讲西摩带觉行，东条国清时，迄个时阵都出世一个寒山，一个拾得安尼。但是这个实德的佛师来第林大，有一天佛师叫做法会安尼。做法会的时阵呢，这个实德准对外口看规看五只牛入来，后黄的后乌的后灰啊，这个主持在阿骂实德，因为这个实德甲寒山哦，寒山是由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来变身呢，实德是由普贤菩萨来。看入来了后，这个主持在干骂，因为是德性，结果呢空空空空。干骂呢，咪讲你想那个做法了，你该看牛入来。那么这个是德笑就讲，这不是牛哦，这是咱佛师过去的出家师对落的哦。这个主持讲你胡白讲，伊讲你若不相信，我叫予你听。伊即马甲叫一个啥，地客师啥物人，一只乌牛吼，妈总跪伫佛前，总哭出来。搁再叫一个什么书，什么人，连我叫赤牛啊，准走出来呢。这牛先了，伫迄附近的农村伫个耕作，就是因为伊过去食施主真济米，诶，中间伊无是在修行，所以今仔日对了生毛带角形。所以今出家人呢，是甲咱讲一个，咱来了解施主伊粒米性格苏米山。你今仔日若是予施主正福正报的话啊，当然将来你有后果必报安尼。所以即马即个要甲注意讲一个讲，你今仔日在我个人来甲讲，有时阵要食恁一顿饭，要甲恁收两个啊供养，你叫供养生意供养，所以阮就甲你回向了，佮注重这钱，甲恁落在佛寺内底恁啊甲。法师来底做到这个经教的一个佛法，所以我就想讲，今仔日我的努力有特地甲众生食一寡饭，配一寡菜有无？我嘛拢有这款的考虑，安知无？你讲我今仔日来啊，就无定，吼，恁甲饭款好，吼，熬水果熬啥呢？款个遮尼啊四五个，但光款的菜含恁食少上，含外口叫恁食少上。不过一期间哈，我先说讲啦吼，佛师用海和恁食，恁食袂要紧。我今仔日我拢啊真惭愧啦吼，我甲你讲实在真惭愧。但是恁唔通白白食，我讲恁听好无？恁哪卖白白食？恁看迄顿饭差不多价值几十块，恁若认为讲二十就二十，三十就三十，一期间提起阿六个讲得先。这点你来做会到，那是如果你都无带钱，你来
另外特别拜佛三拜安尼，安尼恁较袂过身。所以，我今仔日对恁食一顿饭，我有哪有相当考虑安尼？相当考虑讲，我有过实质为佛法努力、佛教努力无无？若有真正个佛教努力，恁来劝我食，还是恁甲我供养，恁会证得真大福。因为一个地方菩萨的法师吼，你供养一个，他也供养有千万的罗汉经安尼。吼，供养一个会当行大乘道、说法度众生的这个菩萨行者法师，他也供养千万位的这个阿罗汉，还是讲千万位的辟支佛。所以今仔日我一定爱家己珍惜我个人的这个因缘。哦，所以这个是特别搁在讲的。但是今仔法师呢，一定爱甲众生演说妙法，但是未使有分别心，未使讲啊，这个国王，这个王子，啊，这个是太低的，哦，啊，就安尼凊彩讲讲，未使安尼讲，未使有分别，因为国王是比较较，那是知影佛法的人，伊对法师是特别尊敬，这是对。王子嘛是真尊敬，可是呢，这太低的，可能较唔知这个佛法。但是受到法师界教育，但是法师我那袂使有分别心安尼，意思是个水平安尼，我那家讲妙法，心绝对袂使两样，所以诸位恁做恁来听，吼、哦，做恁来听，尽量少人来听，因为这个大乘经教唔是安尼简单会当接受，有那唔是遐那简单有这个因缘呢，尽量少人来听，因为听这个。譬如讲文化、布施、持戒这个代志了，恁拢总过去，然后听着，再落去做的人拢幸福去啊！哈、哦，但是为一切大众说，心未使无平等，未使安尼说法的这个法师绝对未使无平等，随福行施而不持戒，心生傲慢，绝对未使讲你本身无持戒。啊，是讲众生因为伊都无持戒，啊，你对伊就一点仔轻视，啊，你法师本身有哪爱行持中，你家己有哪爱持戒安尼？啊，但是第四袂使讲因为伊无持戒，我着连贯看待也袂使安尼只，因为众生即个因缘未具足的进行吼，你要改过为持戒，无可能伊的时间会照你的意思安尼，所以即个就讲袂使即个分别心。啊，对这个无持戒的人，生出一种轻慢心安尼，吼、哦。即摆来佛陀，佮讲一句讲：善男子，是名菩萨，成就法师安尼。吼、哦，第一就是真理，第二就是叫修戒，断烦恼，但是一定爱心平等心安尼。不过这个在世法师，这个法师吼、哦，我即摆佮佮注意讲一下，因为这内容内底还袂讲到的中间呢，这个我先佮注意。讲一个问题，一个哈，因为这个法师有两种，出自大地大论，哈、哦，这个布施有两种啊，一点世间布施甲出世间的布施安尼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有种叫做清净施，清净施这个问题呢，我要甲注意讲一下哈。比如你今仔安怎做？你哩做滴唔是为着求名、求利益、求名声？安怎讲呢？比如讲有个人。为着世间这个福利，为着世间的这个名声，为着要做生意。譬如讲，咱这个社会吼，有一个人民团体，比如讲，西雅会、妇轮社、青商会，这嘛拢有个布施；功德会、慈善会，这拢有个布施。
会记着咯。但是这款的圣经吼，差不多拢含世间的名有福利有相关。这个叫做不，这个叫做不净思安呢。啊，会记着咯。比如讲，以心有求，求福报而行施，这个叫做不净思。求福报哦，但是清净思呢，就讲不求世间名有福利，是只有为着要净出世圣根，这个叫做清净思安呢。为着要今仔日要净出世圣根，比如今仔日在世来个讲是为着要下根贪，唔是要为着求福利安呢。哦，这个就变成清净思安呢。这个就是进入金刚境界讲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无所住行无报思安呢。这个意思一个说明安呢，爱注意这点哈。所以恁要做啥物工课哦，绝对袂使有存一个讲我，甲你做这工课，我是为着某种的目的，安尼袂使做。那么第二法师吼，法师有一个世间事，迄、那个世间事讲为友情，该说明。迄、那个善德果报之诸法安尼，善德果报知影吧？比如你今仔安尼做，你将来当对我就好因果，你会当安怎安怎该讲这话？哦，你会受到佛祖甲你保庇，你的事业会顺，你的啥会安怎样？哦，安尼都无对啊。那么这个叫做啥？这个叫做世间事，听好。那么这个出世间事是安怎？就是为友情所解脱之性法。解脱之性法呢，绝对有牵连到这个四谛、缘起、道品、六波罗蜜，这个叫做出世间事。要注意这点哈。但是因为众生参差不齐，有时阵你会那家讲小个家应一个，不过迄个不是重点。啊，但是咱注意。你爱徛在什么？徛在未来出世，安尼较重要。偏偏布施来个讲咧，有的是要求福报，有的是要度众，个人的根贪心要甲卸掉。哦，这个都有真大这个差别。所以这个就讲各位安怎样修，安怎样修圣人之道，将来安怎样远离世间六道轮回。那么这个叫做出世间事，安都真大差别。哈、哦。啊，布施家己会给钱啊，唔当作愈布施愈健康，啊，一个无得到福报呢，啊，就心就懊恼，哦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啊，袂使就安尼钱，啊，恁在什么心态，我唔知，哈、哦。那么来第三显过来哈，第三叫做无畏心，因为三世的中间有一个叫做无，第三叫无畏心，这个无畏心哈。就是会当甲众生解除困难，啊个恐怖，啊个忧虑安尼。那么解除众生的困难、恐怖、忧虑呢，可以当得到信心、勇气、快乐安尼。安怎讲呢？因为众生有时阵吼，伊贫穷，啊有时阵一寡代志吼，拢安尼有条咧，袂向解决。因为人吼有时阵起烦恼的中间吼。如无智慧，但是咱旁观者清。法师有时阵会当家听出这个话语了后，家讲着一个安怎样来落实这个问题，那么伊就开啊。有时阵伊有贫困，无当解决，那么伊就会当来暂时援助伊安尼。哦，安尼这个叫做好，伊在生活上无所谓了后，甚至呢，搁再家引头路啦，改创社会啊，安尼。这个叫做何以对这个生活上袂惊吓，而是对人间都来对人呢？因为伊有真侪痛苦问题，变到家解决安尼。哦，这个就是啥？就是帮助伊无惊吓。这个叫做无畏心，所以这个《宝无经》观念啊，佮讲温和菩萨心就无畏心。所谓菩萨住舍利可法及一切气中，亦告他舍利可法及一切气中。这句什么呢？菩萨本身已经下去远离，这个科就讲伊无作干反科的意思。安看有哈？作干反科知无？比如讲伊今仔做唔对，受人科犯嘛，必定会安尼。
哦，但是呢，本啊菩萨本身绝对无受着人，这个个气苦的毒打。啊，侬讲气苦毒打，因为入去个感觉吼，难免受跌啦。哇，你讲真正，看到我民国83年，民国83年，我有去火烧岛安尼，就看第一犯人吼，迄火烧岛犯人，哦，去连那个连顶门窗边，甚至呢，有那有迄个推啊个跌安尼。我那有推那个掉哦，被熟悉的代志啊。但是今日这菩萨本身因为伊未做唔对嘛，伊未犯着法律。但是伊有那教众生安怎去修法，卖去犯着法律。当然伊就无啥呢，无这个犯作奸犯科受法啊，气大呢，重大，迄种得推啊。搁再一点，有那教伊教众生修法。吼、哦，互伊下里科法及一切气中安尼，该教教，咱今仔卖做违法的代志，因为国犯吼、哦，绝对袂使犯着，犯着呢，你有犯罪必定抓去，抓去了，你难免拘禁，难免受气中安尼，吼、哦，因为作奸犯科必定爱受拘禁，拘禁中必定爱受的这个刑罚，这是必然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即马大家众生安尼扛。坑公叫伊绝对袂使做唔对，即个就是安尼。又何观察你这友情如父母相，如男女相，如亲属相。譬如讲菩萨会看到世间的这众生哦，拢甲当作爸母，啊，佮佮当作后生查某囝。佮再讲，亲像家己的亲属安尼。那么既然安尼，菩萨会安尼想哦，想讲啊，大家。在众生当中是我的亲像事实也是安尼，因为过去有做过咱的爸母啦，做过咱的后生查某囝，做过咱的阿公阿嬷嘛，不得卡啊。那佛陀人都有安尼讲嘛，咱已经轮回无数的阿僧祇劫中，何为观想安尼？哦，所以现在你讲讲，为什么菩萨作如是念呢？如佛所说，一切众生。理由不仅为我父母男女幻想，因为安怎讲的，今仔日咱开，甲众生认定成爸母，成了后生查某囝，成了幻想的，因为佛陀就安尼讲啊，讲所有的众生拢总做过我的爸母，做过我的幻想，做过我的后生查某囝，所以呢，伫这个弥舍堂，人佛陀嘛挂把好食安尼。迄、那个糖无通食，火无通食，羊啊，要食醋椒啊，伊嘛较救。糖无通食，伊也挂嘛好食。吼、哦，因为伊安那一块认定安，伊讲在糖过去拢做过我的爸母，做过我的亲属，做过我的后生查某囝。既然伊伫迄个环境中无通食，伊即嘛都挂一块吧，但边好臭，啊较好糖去食呢。佛陀就是安尼哦。所以他讲何妨广大幽静了哈，在你要做这个众生，搁再给伊惊怖，安尼伊就感觉不忍心，所以这个菩萨心就不威信。所以进来对人的两行，头前这段就讲改革，教叫卖犯国法，卖作奸犯科。第二呢，讲亲像这个众生，亲像爸母家想吼，已经对了，叫造成细微的这昆虫了。伊甘愿挂麻好食，所以这段两种，第一叫做法师，第二叫做财师安尼。但是伊财师伊是用这个身躯挂麻饲伊，哦，这个意思就讲安尼两种，这是《宝物经》来滴讲的。但是今麦下面要甲咱做分别一下哈，这先分别，因为《金刚明经》佮提到的这个财师佮法师的比较安尼。现在这点两点吼，这两点咱注意一下，因为法师兼离主他在世即不然。伊讲说法的法师啦吼，那是用法师应该是利益家己甲别人。会记着哈，但是在世的唔是啊？为什么在世唔是呢？我正甲注意讲一下吼。比如讲一个人贫苦，啊你若摕钱可以，还是讲摕物件可以，安尼来甲讲啦吼。对于本身要讲利益，是随时有利益，因为伊会当随时解决到这个贫苦的问题。第一站哦，
不过呢，注意你爱知，是安怎伊袂当得到助力，我才甲大家讲一下。世间有一句叫做无功不受禄吼，今仔日你布施予伊，伊白日爱阁行你，你要注意这点嘛。所以我才甲注意讲一下，咱今仔三宝地主若是有较困强吼，你有耐心来，绝对卖轻易接受人甲你，卖轻易接受人甲你布施。因为你来世吼，一定爱去行伊，所以这个受施的人，伊绝对无得到利益；但是布施的人利益非常薄弱，爱注意这点。但是唔过发施哦，第一，因为伊会解脱；第二，你本身成就菩萨道，吼、哦，用发施来度众生，所以你本身是促成未来成就佛道，所以伊会当得到利益。你嘛会当得到利益，所以财师呢，对方未当得到利益，因为财师对方将来还搁再回报予你。搁再来哈，法师令令众生出三界，财师之后不出六界。伊讲安尼啦哈，法师施行法师哦，即个，也是讲受法师的众生，伊拢总会当解脱正果。免受三界六道轮回，会记着呐。但是你用在世，你本身会当得到福报，这属实的代志。不过呢，你未当出六界，你绝对未当去到色界甲无色界，因为色界甲无色界吼，迄个加修定业，所以一生干来用布施的人，用财物布施予众生，这个最高的福报是当然。在欲界内，欲界有九高相哈，九地哦，和你充其量去到对呢，去到这个个他化主宰天，唔过你的德行爱真好，唔是干那布施你得当去到遐，所以今日是会向用财务布施啊，和你充其量来些的人间道，得到富贵报，富报袂当得到贵报，因为富报。是由你布施而来，贵报是由智慧而来安尼。所以今仔日有一句话讲：三种无立主，世上无众生。从今仔日呢，有过去有修行伫山顶去修行，有智慧。今仔日开始出世伫这个，那就中央内底会在做官的人。所以有修行的人有智慧，但是有布施的人靠福报。所以贵甲福两项，应该两种的这个前因无啥像，哦。不过呢，不幸第三回呢，你过去有修行，了哦，今生有得到贵报，但是贵有哪有附带福，唔是无。不过福是差不多在企业家，在企业家过去拢有无量布施，有无量的这个财施，所以今仔日靠这无量的福。你甲想这阿那律。伊伫九十劫前吼，有去布施好一个辟支佛，但是布施偌济呢？因为很多个空闲，阿那律干那布施一碗皮啊饭安尼尔。那么伊到尾呢，得到九十劫的如意报，阿那律咯。吼、哦，这个就是由我这个物质布施到一位辟支佛，这个辟支佛是已经见过辟支佛啦。安尼伊干迄个皮啊饭翻转来呢？会使讲无量倍，哦，那么这个就另外一种的一个福报，所以布施你若要知影讲这个布施到底是这个财施中，哦，到底你福报偌大，迄、那个四十二章经内底有做一个比较出来，譬如讲布施哦一个善人，较赢布施哦一百恶人，财物咯，布施哦一个善人，较赢布施哦一百恶人。你敢知布施予一个修戒的人，一个修五戒的人哦，他也布施予一千个善人，安尼，安得个无同，迄、那个差别就差别遮大。所以我今要甲注意讲，就讲你在世之后绝对袂当出六界，所以注意会记着功德会，也是讲诸善会，大大小小真济，干来会用鼓励人用这个财务布施呢，这个那是无说好好听哦，所以讲这个嘛有真大的不足的咧，听吼、哦。因为在世未解脱啦，未当出三界啊。法师会当让众生出三界，甲说法的人会当本身会当出三界。
那么第三，法师令清净心，法师令净法心，在世为净种色相安呢。你今仔日有结法师的人，伊是结行大慈悲道，一个广度众生，当然伊本身也会当清净伊的法心。但是文化的人呢，无奈当清净法心，因为文化的人一样修改嘛，修改迄、那个如来藏内底变作阿赖耶识海物海业识嘛，所以自然法心会清净。但是说到这，当然伊本身嘛清净，唔过在世呢，譬如讲你在世吼，过你发偌大心啦，咱就金刚经的比喻嘛，用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不如金刚经四句偈，对不对？有安就差别真大，你甲想看卖啊？所以今来你甲讲，你在世唯有净种色相，色相是啥呢？外相的福相啦。我讲听好无？外相的福报相安尼尔，像较早三国时代迄、那个刘备甲阿斗，迄、那个叫做福相。啊，那是孔明叫做智相。安怎样？因为咱人的心甲业识甲都很外相嘛，那么做叫做干相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办公叫做正气相嘛。所以个人的这个心，你落实安怎，你的外貌都变出来。哦，安尼怎样哈？哦，所以好个人有好个人相啦哈，安听好无？唔过去拜嘛，真紧啊，爱了解哈。所以这个唔可讲，在世为净种色相，色相的外相。法师无穷，在世有尽啦。法师无穷尽，安怎讲无穷尽呢？你甲想讲三大阿僧祇劫拢个功德众生，一讲讲法甲讲会了，会了未？未了啊，那会了？迄、那个叫做法师无穷，但是在世有限啦、啊、哈。在世有尽咧，譬如讲你今仔加偌济，譬如讲当初这个苏达德中者吼，伊个仓库拢拍开，铺这个基德丸。安尼伊嘛是有了，嘛就过来把仓库拢甲铺甲迄个基督太子，要献乎佛尊，等于伊卖乎苏达多中者，伊所有金啊铺甲地地铺甲了。所以你今仔日吼，伫这个人间道内底吼，讲一句实在，互你趁钱大完胜，那么你在金钱外底好啦，卖讲趁钱啦，互你趁钱世间啦，所有地球的这个财富拢你的啊外底。所以这个叫做啥？你拢总个思想有那五千，不过呢，法师吼、哦、对三贤菩萨地这个十行为开始讲六波罗蜜法，互众生听。我跟你讲的无穷无尽啊！所以咱那个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你搁再十波罗蜜，安尼你才讲会完。所以这个叫做法师无穷，在世有尽。法师令断无明，在世为福贪爱。伊讲法师的人讲法师哦，众生听，众生接受法师，伊会当断无明，断无明就会解脱。吼、哦，无明业识啦，无明正智啦，无明惑啦，自然伊会当解脱咯。迄叫做令断无明解脱。但是在世呢，会温服着贪爱。譬如讲，你今仔日用在世去攻击别人，我甲你讲吼。这是事实啦，我听南北拢有听到。你今仔日定期五千块给伊，可能两个月、三个月，伊会甲你讲，我五千块用无够，敢会当加一千块？即马来哦，搁再三个月、五个月，六千块变无够，敢会当七千块？听无？伊即马来可能呢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伊愈求愈济，所以人有接受在世的人。可能迄个健谈心无量，也爱愈济，所以这个是现世间这个贪着中吼，差不多必然会安尼啦。注意，你偌济通甲强及甲伊心地上呢？所以起码这个在金刚经内底用这两种的比较，吼、哦，法师会当所有人解脱，但是在世会互伊对了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因为伊过去有健贪，今仔日较会贫穷，但是伊今仔日未晓忏悔，搁再你继续改布施，搁再用财施予伊，原在健贪本分，搁再来就对了个轨道了啊！原在搁再落这个轨道，所以这个金刚边境内底作为两种的比较，
休息十分钟，哈，明天见喽。